周小阳他为了营救战友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。您的儿子是部队上的骄傲，是英雄。 同志，儿走的时候，遭罪了吗？没有，只是一瞬间。 妈知道你在记恨，你在报复，你给妈最恨。你知道妈最受不了的就是这个。 把那小女孩摘走，你是不让妈活呀！你是不让妈活呀！